且。这首歌是我小时候学会唱的第一首情歌，你知道吗？和那个小薇一起的。小薇呀，你可知道我爱你？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。生命苦短，我的生命却将源远流长。哎呦！我的威仪，刀枪不入。妈的，A 我呀！不管风雨有多大，我只爱你这一朵玫瑰花。我的妈呀！我是白带白剑的话，你揍不死啊！妈耳机蓄意的。为了这顶皇冠，骗我上来是吧？现在我要做什么，你该知道。争斗只是开始，有我加冕。我这个视野直接把他位置锁死了呀，他抓不了中路的，这中路就怎么都抓不了了。杀伐不是出于私人恩义，而是因为有趣。什么呀！他他妈没闪的，你这枪那好菜呀！你不乱放箭，他死了呀！我操，吃不下吗？没有啊，这补丁还没出来呢，换了吧。他妈的，要是12.13不出不卡的不增强的话，老子真的杀了。杀了设计师，我操！
down. Enemy double kill.杀不了他，兄弟。直接走就好了呀，都能走掉的。他们将为皇冠撒下鲜血，我已迫不及待。哎，我他妈一错位置了。面对任何敌人都能，其他女皇，我祝他们好运，因为没人能与我匹敌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就该当死罪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模仿回声。那都是你自己一个人在打吗？哎，对面也没打呀，为什么对面不打先锋啊？权力本身就是武器。而我正好喜欢握着武器的感觉。PB 下来的吧，这个 B。菜的这钱呢？我的皇冠可以继续。生命苦短，我的生命却将远远流长。这钱呢，估计脑瓜子嗡嗡的。
紫莎娜从前期有一波他来gank的时候，我就看出来他有点感觉像不太会玩的样子。完了，王之命不容置疑。队友又烂掉了，打野和下路烂掉了。Enemy killing spree。他们是主动低头还是被人砍头？开始给队友压力了。只要是我赢就行。我击溃了所有对手。有人抢他，你们技能放的真的狗屎，是他妈这个段位的吗？太夸张了，你们一个，哎，哎，他动了，动了就推吧。这兵线回推的呀，干嘛？夸张吗，兄弟们？看到他们的操作了没有？This is my 队友 ，my team。哎，看这个派克把这波兵线搞乱了之后，我的 EZ 又跑到中路去吃了波线。本来这波线是我一个人单吃经验的，钱倒无所谓，你知道不？主要是经验很重要。出这个。马夏又要死！哦，操，牛逼！这他妈啥起来了？牛逼牛逼！我看前端操作，我操！我看这前端操作打脑壳的很，这前端妈的状态不好是吧？这前端操作真的狗屎啊！说实话，这个齐安娜操作没我上把玩的吧？齐安娜，你们觉得我的齐安娜怎么样？点评一下，兄弟们，点评一下，点评一下，我上把的齐安娜玩的怎么样？我上一盘也玩了一盘齐安娜，哎，我上盘那个齐安娜玩的怎么样，兄弟们？哎，我上盘那个齐安娜都玩的比他好吧？说实话。比我强，放屁！比我强，我操！我他妈那个强呐，嘎嘎帅呀、啊，嘎嘎帅！手握大权，我最喜欢的环节就是问罪上。我的齐安娜牛逼，哎，比他的牛逼。这边多个 T 啊，哎，我为什么放上路啊？不放中路呀、啊？看到三步以后，但你仍然欢迎意料之中的惊喜。屈膝下跪，或是血流起。
最甜美的果实是激动而至的圣物，从此以后所有人都将归顺于我的权柄。哎，现在他这个英雄一个那个技能就可以直接控住吗？兄弟们，他一个技能就可以控住呀！没有啊，他一个就是一个光出了出来就可以那个了。双手沾血，现在我要做什么？你该吃饭。我之前也记得这个英雄没有控制的。人他妈别送嘛，你们几个！然后他妈的这个泰克不直线走直线，他妈的走斜横着走。哇，我的队友怎么这么夸张呀？我最近没躺赢过。一顶皇冠还远远不够。我最近真的没躺赢过，全是他妈的队友。老子玩游戏基本上不怎么死的，这些队友妈的嘎嘎死，觉得死一次无所谓的那种。领头的人不仅需要力量，怎么想的呀？嗯，哎，这个装备比日炎便宜啊，比日炎便宜400块，我操！哎，可以啊，我操，这个装备怎么比日炎还便宜400块啊？我不知道，我以为他这个也3200块呢。沙拔不是出于私人恩怨，而是因为有趣。一个 Q 多打56点伤害。全境都将知晓我的威能。哎呦！权力本身就是装备很好啊，兄弟，别给他送了。他们又打起来了。我是斯奇玛的女王。哎，我输了。我失误了，我没第一时间跟他，你知道不？他他妈的直接就下去了。我要是第一时间在的话，对面全都要烂。哇，我这波，哇，我也送了个700块啊，我更贵啊，这好亏啊，这个，这枪呢太莽了，等我一下呀，我还没到呢，他他妈直接上了。
手无所谓，最后一下才是关键。他们害怕的是我的兵刃，而我就是兵刃。跟着上单打，跟着上单打，上单把他拉断，跟着上单玩。要杀这个人，这个人很肥啊，这个人他家庭装备肯定无尽了。大龙啊，大龙大龙，哦，造成额外伤害有400多啊，还可以啊，感觉。打龙啊！但也还好吧，感觉，哎，也就那样吧，不知道咋说。76法强，这个装备便宜一点，有加护甲魔抗，加了一点，还加生命值，加600生命值呢。要啥？对面好浪啊，对面玩的，对面玩的也浪，两边玩的都浪。这盘还好，我们这边稳的人有两个，你知道不？有我跟诺手，那就好赢一点。就看哪边稳的人多一点，你知道吧？我每次对面都有两个人稳，我一个人稳没有用啊，要两个人稳。那下一面装备出啥呢？我下面装备我也不知道出啥呀，我操！我操！我他妈不知道下一面装备出啥。我们的敌人将瑟瑟发抖。我们的敌人将瑟瑟发抖。这是法穿吧？讲道理，正常情况下来讲。法穿肯定是出固定穿透，不要出百分比穿透的。老子也不知道。忤逆女皇就该当。不加好友，我这不加好友。200生命值，我操！那这个加了23点法术加成，83了。别上了吧，对面没魔抗呀，出这个没有用啊，那还不出点肉装呢？他们韩服怎么出的我不知道，我去看韩服他们在玩，我去玩一下能造成多少伤害啊。23点68，4秒钟一个68的伤害，4秒钟一个68，双抗还可以啊，生命值有3100，体型好大啊，我操！女皇的才干，
玩的，不能这样玩啊，兄弟，不知道该说啥。我觉得我得出金身啊，我操！就拿了我1000块，好难受呀！哎，我得出个金身，感觉。哦，诺手1000是吧？欢迎任何人来挑战。那他神装了呀，他六神装了，杀掉他就好了。好肥，我操！为了这顶皇冠，我早已双手沾血，现在我要做什么，你该知道。法穿没用啊，这盘不法穿金身啊，感觉这就是三分雅量七分威慑。日炎3200，这个装备是2800，韩服都出这个。卖了也出不了呀，800。用刀解决，轻松得多。屈膝下跪，或是血流。你妈妈呀！别呀、啊！我应该是出金身，对对对，第四件金身。金身金身啊，金身吧，金身吧，不应该出法幻感觉，不错的，老子出冰杖感觉都比这个好。想一下，先出啥？1%是吧？2%，我出这个加6点法强，没必要吧？应该是金身啊，要出个金身。加冕仪式尚未结束。卖了金身，老子直接金身了，管他妈的！为了这顶皇冠，我早已双手沾血，现在我要做什么？你该知道。操，好肉！我的装备金身的意义不大，这放屁，金身肯定还是有意义的吧？又给我套一个吗？所有对手，其他女王也都将溃败。我操！等等等等，女皇之命不容置疑。哎，我操，减速39%。
吧，我操！抢我五杀是吧？是不是抢我五杀？我有表我才敢这样开呀、啊！我没表我怎么这样开呀、啊？我没表这样上去开，我不是送吗？我操！然后给扎米拉刷技能，刷满一个大招加一个 E， 然后直接跳到我们人群当中开大，肯定要直接上去开了，直接开大招，开金身就好了，打了伤害立马开金身就可以了。回放多帅哟、哦，多帅呀、啊、这个。